板上面有一堆的艺人，都是在你那个年代里面会出现的。1990那2000年的，你来选题，我来选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任何题目，他来跟你抢答，请你务必放心，我们绝对没有放水于他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绝对没有。严格讲起来，我站在这比你们压力还大。上这要守住关，上这节目很容易被骂的，要很小心呐、啊。很紧张，我加油。我其实我刚那个梗哦，我一直在引导他，但他没讲，因为我说我很喜欢下雨天。对啊，对，因为我知道雨天会滴滴咚咚的。对啊，然后我想说，他说我喜欢下雨桶。根本就没一直没讲。你还唱了一首，没有看到，当事人就过去了，下雨，他不接这个梗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。后来就直接讲出来，坚持自己讲。夏雨桐是你的好姐妹是吧？是，对啊。你们哎呦，你们都会在一起八卦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你想要哪一位？我估计啦，因为鞋子当然跟我们认识很久，然后。我估计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觉得女歌手她不会，她比较会听男歌手，她一定不可能听什么女，她喜欢女生，但那些女星的写真集她会买，唱片她不会听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你知道写真集我问，她写真集应该也是不会买。我，你要谁？我来选，她不能选对吧？对，范晓萱。范晓萱第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哇。在下雨，完了我。好，范晓萱的。哭了，哭了，哭了。你唱给我们听，来。雨又在下了，看外面又湿了，我冷冷冷冷。恭喜郑杰。心是什么？情是什么？太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好的，是真的。你们怎么可以忍受他答对之后还要再唱一遍这件事？没有，表示说对这一首歌的缅怀。忍一下，忍一下。但是确实厉害了，厉害。好，第二位不容易，第二位艺人还是我选啊？对，哎，你这答对一题了。哦，一个艺人只有一题啊？对，这很惊哎。拆完就没了，哎，许茹芸的前奏感觉都是差不多，苏慧伦，因为我是她粉丝。OK， 苏慧伦的歌曲，你很熟。魔王加油，请出题。你要独处的时候，我正是。哇，好啊，苏慧伦，我一个人住。猛哦，真的是恭喜郑杰，来，没有错，太快了。天意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，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。哦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。唱到心里面去了，对对对，没事啦。哇，这边又下雨，然后我睡了八年，最后还是一个人住，睡了八年。我说没事啦，宪哥可以陪困啦。舒困，舒困，舒困，是怎么舒困？讲话好吗？我唱，我忙得过来吗？怪物太多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他每一张专辑我是用买的，我喜欢他，热爱在那个年代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听他的歌，然后应该那个时候还在政大念书，没有，我那时候还国中，他出道的时候我才国中，不是我才国中小迷妹，没有没有，他比我早两三年，所以那时候我想当明星，我就听苏慧伦的歌，我就想希望跟他一样，他是你的偶像，他是我偶像，对，所以模仿是进步的原动力嘛，我想要成为谁？你想要成为你没有吗？我想要成为谁啊？对啊，我想要成为我自己。我是真心话，我这一生自己对，不会想要成为谁，因为我就是本土天王 Jackie。好，第三道题目，请选择。厉害厉害，怎么办？那我
你已经答对两题。我觉得你应该，我觉得你的策略好像是对，你选女生鞋子更好。不要把自己搞得跟活标本。哎，我知道，稍微动一下。没有，因为确实有时候你看不起的是我的歌声，但我是作为歌迷的，我现在是歌迷心态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他会的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那你怎么知道我们看不起你的歌声？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们？对呀，看得起吗？还有外貌，还有资质，外貌是漂亮的啦，美女啦，你是美女。我现在在想是周慧敏，可是周慧敏还是我刚我选一个冷门一点，我估计他也不会输。好啊，你就要拼就拼到底，因为我们是要拼奖金的嘛。三题全对，有六分呢。对啊，辛晓琪，辛晓琪，哎呦，辛晓琪他不可能会拼的。辛晓琪，辛晓琪，请出题。承认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。是你不敢再亏欠，我看就这样两边都不敢举，其实歌词已经唱出来了，歌名看这些我都从不埋怨，献给爱的人两个字，早知道最后的结局，多多的朋友，整首快放完了，谁傻的去死心塌地，我可能不爱你，也可能不想你，也不能。哎呦，你真的会唱，对啊，很熟很熟。但是好，副歌一见面进来就唱到了。死心，因为我死心塌地是。答错，哎，魔王鞋子跟。好难哦，嗯，可能死心。好，音乐再 play 一次。还有好多感觉，哎，承认，哇塞，恭喜答对，献歌的提示，好强哦！他是会唱，但不知道这个歌的歌名。对对对，没有记到歌名，要很熟才有办法。糟了，我们今天恰跪跳有花，哎，他已经拿六分了，对，是六分哎，结果一题都没有帮我们守住。第一位就把你三振，我在存我去老人院养老的钱，你让一下啦，对不对？拜托一个。好 ，OK OK， 来来来，你有下雨，我又没下雨。而且他一个人住，他一个人住，他一个人住，他一个人住 ，OK。